隋朝时期，梁彦光曾出任相州刺史官，在任期间以身作则，大力提倡办学兴教，教导伦理，重视品德。在短短的时间内，不仅移风易俗，同时也感化了当地的百姓。梁大人，相州府到了。师爷请坐。谢大人。师爷，我刚来相州，请您介绍一下相州的情况。梁大人，相州这地方自古以来民风彪悍，人的性情向来阴险偏颇，变化多端，这着实是一件首先应该解决但又很棘手的问题呀。那现在情况如何呢？现在为子不孝，自私自利，放弃照顾老人，偏爱妻子儿女，兄弟反目，朋友不信的事情比比皆是。小孩子要是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，这未来的希望真是堪忧啊。所以现在最重要的是怎样来感化教育这些百姓，让他们明白做人的道理。可是我们却不知道该如何入手，解决办法还请梁大人多费心了。梁大人，此地民俗由来已久，我们一介书生只懂得圣贤之礼，却束手无策，怎样才能改变多年来形成的积习呢？是啊，我们虽有此心却无此力，不知如何是好啊。请大人明示。礼记有云，建国君民，教学为先，所以教育最重要，我们应从孝道入手来改善社会风气。今天召集大家，就是要在相州府的每一个村落都设学堂，通过诸位贤达的教学，不是好书不读，不是好的典籍不讲，重要的是必须以身作则，才能改变几十年来不好的习惯和风俗，而这些都需要靠诸位的努力。彦光在此先替相州的百姓向大家道谢了。谢大人。人与人的关系有五种，谓之五伦关系。顺此五伦之道，就是做人的根基。父子有亲，就是父慈子孝，父母爱护子女，子女恪尽孝道。君臣有义，就是上对下要知礼关爱，下对上也要尽忠职守。夫妇有别，就是夫妻能各尽本分，互相协助，彼此尊重，长幼有序，就是兄弟姐妹和睦友爱，朋友有信，就是与人交往要守信用，讲道义，学贵力行，明白道理之后，最重要的就是要做到。是。我们为人处事要以道义为原则，只问是否合乎道义，不问是否对自己有利益或是有功名，而待人接物要做到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，行有不得，反求诸己。交通，交通，好什么好啊？我送大娘回来了。大娘有些伤风，你给煎点药去吧。大娘，你先歇着，我去煎药。你一直没有去听先生讲课，我今天带回来给你看看。有什么好看的？都是圣人教导我们做人做事的道理，看看吧。不用谁来教我，我活这么大岁数了，还不知道怎么做人？
那些都是圣人的教诲。你一天到晚少出去些，就在家待着。大娘，您喝吧。大娘，没事，你出去干什么？生病了不用花钱。你住口！这么大年纪了，学那些没用的东西干什么？真是，你太无礼了。你少管，我们家的事儿我做主，你边待着去。你这是不孝之举，谁都能管。我倒想看看谁能管得着。饭在锅里，自己吃吧。大娘，您喝药吧。大娘，您别伤心了。大娘，您放心，我会让他改过来的。岂有此理！来人，大人，你把我带到这儿来做什么？你要是没事我就走了啊。喂，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孔庙。知道为什么带你来到这儿吗？百善孝为先，一个人如果连自己最亲的父母都不孝，那么他还能做出什么好事呢？对兄弟不悌，对朋友不义，对国人不信，对国家不忠，毫无礼法，不知廉耻，这样的人应该如何处置？大人饶命，大人饶命，我再也不敢了，我再也不敢，再也不敢了。你何罪之有啊？我没有孝顺父母，我错了。你起来吧，看看这大殿之内有多少忠孝之士啊。这就是伯玉器帐。韩伯玉是历史上有名的孝子，他从小到大做错事情，母亲责罚他时都能够知错就改，且从未哭过。而就在他已过半百之年时，做了一件错事，年老体衰的母亲又用拐杖责打他。可是这次母亲却听到了他的痛哭悲泣声。教头，你可知这是为什么吗？因为伯玉感到母亲的责打并不疼痛，而觉察母亲已经年老体衰，继而想到母亲将要离他而去，才禁不住悲痛哭泣的呀。正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，子欲养而亲不待。如果父母都不在了，你再想尽孝心，那就没有机会了。所以人生最不能等待的就是孝养父母。大人，我知错了，我知错了，我知错了，知错了。现在还来得及，来得及。谢谢你，大人。从此之后，交通改过自新，认真学习圣贤教诲，成为一个品德良善的人。象州地区因为梁艳光推行的德行教育，百姓接受了感化之后，去除了恶风恶俗，一时社会风气得到了极大的改善，天下呈现出尊贤守义、兄弟和睦、讲忠讲信的和顺景象。